如果需要查阅 iDrive 系统中的车主手册，可以在 iDrive 目录中选我的座车车主手册。在车主手册目录分为三个部分，简要说明主要介绍车辆的基本操作，借由图片搜寻可以让你从图示中选择车辆不同部分的说明。你亦都可以使用关键字搜寻来寻找某车辆设备或者功能的说明。